天到地论古今，外词也需要澄清。穿过中原大道，我的今天整堂历史课，三国貂蝉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。吕布为他着了魔，我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投袁术，胯下战马就是舵，杀敌斩将已无数，怎么三英无法挡他路？要问三英哪几位？关羽、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道，顶不住就桃园三结义。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怎么三顾茅庐请诸葛？说完江河讲水浒，山东梁山擂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拼命要为民做主。梁山守将是大王，人称相爷黑三郎，战略指挥能力强，那武术不是他擅长。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车子，用武松的把名声。梁山好汉战风浪，敌阵我寡不惧怕，心思都变成白马，他的美名传天下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，我来把他们歪唱。入云轮郭书婶，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是花荣，弹弓比赛他称雄。木叶叉孙二娘，我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是羊脂，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口上路人参，我带子链子开大奔，炎炎罗暖小七，成天整修大飞机，小旋风是才进，坐在地铁玩威胁，这个屌丝真干劲，那么青龙白虎身上硬，独火星是孔亮，爱吃炸东干大将，爱江湖是王英，男的居然来月经，蝴蝶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心，那么随时都能要他命，神火将为宁国，为了金钱眼全裸，特进湖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鱼逃中网，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背包，那么一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。